亲，到到。拉拉拉拉，这什么？几个字啊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要什么？泡奶。化妆到啊？怎么样？泡奶干嘛拉？拉什么东西要拉？要喝。什么东西要拉？老公不能讲话哦，老公不能讲话。洗牌。再想办法，再想办法，快！pass 一题了，拍一题了，拍一题了。哦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你让我操控。好好，让你操控。洗手，洗脸，洗手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四个字。这什么？四个字。你要思考一下。你不能讲话。到底是东燕的问题还是佳琪的问题呢？你不要自己比嘛，这样。一，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，这都太难了！